老公，今天很开心要嫁给你了，但是你要心理准备，因为我请的这一班姐妹们是非常的有才华。嘿嘿嘿，欣慰惨了。虽然你有很多姐妹，我很怕，但是我有很多兄弟。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。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出去，明天更多回忆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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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你要嫁给我。姐妹们，心静自然凉。